我们要来去夜钓小馆，那是夜钓小馆和白带鱼哦。我们这个船就是在那边滑轮，它有海钓体验、登岛，还有海上派对哦。我们今天要体验的是海钓体验，而且是新手的哦。对，特别的大，还有很多的钓竿。然后我们要拿橘的哦，青，他说有青蛙鱼。东一出去，还有比方在哪？啊，什么比方在哪？就是 Red Baby。下去吗？好，大家注意一下。被钓完了，还没。好，刚刚感觉上好像有，所以我们要开始转喽。往前转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结果是没有呢，一个都没吃耶。嗯。这个钓竿真的很重，小朋友可能真的拿不太动了。可以放手吗？不行，所以这个还是要大人来哦。然后我都顶着肚子，因为我觉得它太重。好，关起来。后面有没有中？375。接下来船长要帮我们再找另外一个点，因为现在目前大家都还没钓到，所以要换个点再试试看。加油！我们现在到第二个渔场。然后我们要准备放这个下去了。我也要放。加油！出去！大家加油，快下！好，先按一下。有几个鱼场啊？我要滚去。掉下去！要不然就没了。啊啊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看到有了，有了，有一只。没有。啊！我太慢了，它滑下去了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哦，加油哦！好，赶快选，快一点。好，这样就很多只了。哦。有中了，希望这次可以钓得到。有哎、欸，来了。来，一条，噔噔，成功了一条！哇，钓了几条啊！再继续下去咯。好，差不多在200的位置左右比较会有。我觉得要很那个用力，然后体力要很好。然后你还有耐心在那边等他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喂、欸，我又钓到一只了！你再上来，噔噔，成功，钓到了一条。妈，哦，他在叫，怎么了？来，来，来，上了。我们现在要换第4个点。上了。
三个点的时候钓到两条了。那我现在看下一个点可以钓几只呢？等一下有烤鱼可以吃啦。还有160。好，妈妈要来试了。棒！试试看我们这次可不可以成功哦！赞赞赞！来走，应该是没有。哦，我们刚刚真的有勾到那个白带鱼，可是它只有咬了几口最尾巴那边，然后就跑走了，气死我了！我们要再来一次。啊，你加油！谢谢。哦，你们那个哦。好，你们那捡起来那个白带鱼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被咬。希望这次有，因为我觉得它有咬。哦，没有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这边会烫哦，小心哦。拍一下，嗯，左边这条螃蟹，看它鳍，好美哦。后面左边，它鳍在晃哎。后面给它拍一下，它这只好拍，很大。真的？边看跟边看。再带回去啊！前面回去啦，坐后面，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。挑战第二次钓白带鱼，多钓几条回去，我们的晚餐、宵夜什么都可以吃的。一样放在200左右，三十。来做白鱼，白带鱼，恭喜你第二次哦！来停，哦，这只更大，哇，这只大白，怎么办？哦，这只白带鱼很大，杆子插着哦，赶快哦，让它拉起来哦，这只大白，哦，这只白带鱼超大的，哇，真的很大哦。我觉得我好像握不住，很大对不对？大到很夸张对不对？对呀。妈妈，我要我帮忙坐下。要小心，不能被它咬到。要那个小姐，那个太大，要我帮你解吗？不然很危险。好，前面那一个，这样。哎，好。好。哇，这个就算大白了耶，这么大一只。我也要。小心小心，脚已经勾到了，等一下你再解。被它吃掉了，太慢拉杆就会跑掉了。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吃东西了耶，它已经煮好好多东西了，看它。这里还有，哇，时蔬嘞，妹妹你看，都最新鲜的。有炒三鲜，还有时蔬，然后那边还有刚刚的烤鱼。对，等一下再拿我们的青鱼，我们先回去吃。啊，好漂亮哦！这套就是他们去远洋抓回来的哦。对呀、啊。海鲜面，这就是我们的海鲜面，我要吃面，而且里面还有一只这么大只的陶土，好大只哦！但是头快要断掉了，很烫很烫。我先把你吹吹，好，吃上面，上面的脚应该是两个，嗯，真的，你这一口咬好了嘞，我要来，等一下哦，因为这很烫。Yeah.
馆吧，然后还有一些，这是什么菜啊？好吃吗？要不要喝一口汤看看？要洗的，小心哦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们回去有鱼可以吃喽。